那段时间是在健身的，就那段时间。不然后来就买了个柜子，把他们都装起来了。没有，我最近用了一个网名特别好，叫什么狂战鱼战士什么 ZVT。哦，是吗？看我现在性感吗？喜欢充实的感觉吗？我该休息休息，太累了。暴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正廷。Hello。那就是看你们那个选角导演也说，你非常的还原逆天而行的这个造型，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那是主创团队，大家就是妆发老师、制片人们、导演。那第一次扮成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呢？啊，这辫子可真重啊！很沉是吗？那个双眼皮从来没有那么双过，爆改了是吗？对。大家对逆天而行有很大的期待嘛？有动漫在前面，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呢？哦，肯定是会有一些的，因为就是毕竟我自己也是个很喜欢看一些原著小说，然后后来被影视化以后，我就会很伤心的一个人。哦。然后你心碎原著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所以自己在去演这些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尽量，特别将它动漫还出来了，然后就是会去看一些，做做功课这样。那你自己看小说的时候，会不会带入自己的脸？我看所有的小说，我都会带入自己。之前说有健身吗？距离有没有机会秀一下呀？看漫上对，那个是那段时间是在健身的，就那段时间。然后后来就买了个柜子，把他们都装起来了。也还买了很多器材是吗？买了 N 多器材。买了什么呢？听听。杠铃好像都买了，不是杠铃，那叫哑铃。对，哑铃。杠铃也有，杠铃也买了。你在家自己举铁啊？对，然后哑铃买了有差不多。两副还三副四副，对，去一个组买一副，然后回家也有一副，这样因为太重了没有办法运，后来也就觉得就反正到一个地方就买这样子。那成果怎么样呢？什么时候秀一下呀？就那段时间还行吧，现在都没有了，人家会漏过了。对，一看你就没看吧。我没有票嘛。网络也要看一下，毕竟要给艺人做采访。看你以前的就看你以前的就已经满满的幸福感了。哦，是吗？少攻击我。来，大家调侃说你们妖族的都是用网名出来混的。对。那什么？逆天而行，目无表情，随风起舞的。上网冲浪这么久，你有没有自己用过什么很有意思的网名呢？没有，我最近用了一个网名特别好玩，叫什么狂战鱼战士什么 ZVT。你还把你缩写写进去，你怕别人认出来你吗？不会，我之前就是有在玩游戏的时候碰到一整个战队是叫我的名字的，也有碰过还叫我队友名字，后来我还输给了他，然后还跟我的队友说了这件事情。做你的朋友也很幸福吗？那请问怎么才能拥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呢？怎么才能就聊得投机就都挺好的，聊得不投机就算了，就很快就熟络起来了是吗？很快就。就是聊几句，你怎么就知道投机了呢？万一都是场面话呢？还好，我这人现在看人挺准的。真的？我现在看人挺准的。偶尔有走眼的时候，但很少。对，话不能说太满。感觉有故事啊，你再补一句。对，感觉话不能说太满。对，这种东西就是一旦说这么满以后，一定会出问题。最近也发了新歌嘛，又开了演唱会，然后剧也播了，有没有一种影视音综全面开花的自豪感？我吗？哎，真的，发自内心。漂亮宝贝不干了。最近就是，对，的确就感觉最近挺好的。我觉得这样虽然自己累一点，但是方向是好的。对，就喜欢充实的感觉吗？那该休息休息了，太喘了。啊，那看到鹿晗也给你打 call 了吗？鹿哥给我打 call。是你有说帮我做做宣传吗？还是他主动？那我肯定要跟鹿哥说一下。那我跟鹿哥说，我说鹿哥，我说我出新专了，能不能帮我转？他说好呀，没问题啊。这么人还是很好的。啊，那你知道有一个词条是朱正廷演绎什么是性感吗？听到这种评价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看我现在性感吗？那你倒红酒的那个
大红酒那个还蛮不错的，对。但我你这可了。哎，那个度会觉得过吗？不会啊，我超爱看的。哦，是吗？啊，我当时其实有在纠结。你会担心就是有点太超过是吗？对，其实很多时候会想，因为像这种设计，其实它是还是比一些比较大胆的一些设计。那如果你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它就脏了嘛。脏对对对。太多它就容易脏，但如果说一点点刚好，或者说就得看大众的感受。最近有个新标签嘛，就是烧麦判官。那看到热搜说瑟瑟发抖，现在习惯了吗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是把握好度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，我因为我一直在说，我说我们当时其实真的就是好好练习，大家谁跟谁玩得好，就只是玩得好。我们也是出道以后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了这个东西。当然，我说我个人以及我身边的朋友们，我并不能指所有人啊，万一已经很严格，对。那因为这个又出圈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很意外，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出圈，但同时也影射了，就是现在大环境，可能很多人就是都对这个东西，对，都觉得你说的很对，然后你那个都做成表情包了，对，因为可能就是太过了吧。我觉得很多东西，就像我们就舞台上也是，很多表演方式也是，我觉得就恰到好处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太过了，也可能会腻或会，但是很难拿捏这个度啊，对于他们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拿捏这个度才是学问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导师就是导师。没有。但我觉得我最终的观点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都是 focus 自己身上的实力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有粉丝就喜欢看 CP 那种呢？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们自己，就像我那天说的，就是。是他们自己想的，而不是说你刻意去营造的吧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对吧？如果你刻意，谁要刻工业糖精？大家都说爱豆的终点是横店，就听到这种论点，你的内心 S 是什么呢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爱豆去看的，我一直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艺人去看。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做爱豆这份的工作，我就是一个爱豆这份的工作。我明天站在台上纯唱，我可能就是歌手的工作。明白。对，然后或者我玩乐队，我就是乐队的歌手的工作。多栖艺人。对，演做演员的时候，就是演员的工作，就是不会用特意的一种东西去把自己框得死死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去框自己以后，人就不鲜活了。我希望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的，它是有灵魂的，也是有血有肉的，而并不是说被荧幕所去塑造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形象，就是不能细看，然后或者是也不能接触，一接触就是一滩烂肉这样子的感觉。对，我或者是说它金虚其外，败虚其中这个样子。观看自己的舞台并评价。带着审视的目光去看自己的舞台吗？我那天看了，我挺不满意的。不满意？为什么？我就觉得那天发挥的特别不好。然后因为当时上去的时候，我的阿尔法的确要重新定做一个，就线出了点问题，一直有电流在里面。然后但我就觉得同时也是我自己就是不够专业的原因，就是可能会觉得不够集中吧。我觉得可能更集中的去呈现一下，我觉得可能那天会更好这样子。这是线对不对？我反复观看。你吗？为什么？就很喜欢这种风格啊。主要是因为是你跳的。哎呦，那上场演唱会连视频都拍。那天服装都快疯了。这件衬衫很贵。你是突发奇想要到的吗？对，我很多设计其实都是临时。那确实是要疯了。对，前一天彩排的时候，或当天最后一次连彩的时候，我要这样做。是啊，挺傻的，强也挺强的，惨也挺惨的。对。